大家好，我是钟立来，服务于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也是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门课《结构耐震设计导论》。今天是第三个单元《结构之阻尼》。那这个结构的阻尼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子。比如说一个小朋友荡秋千，那我们给他个初始位移，那一放手，那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不再动的话，那他的那个振动量啊、振幅啊，会随着时间而递减这样。那这个递减的原因的话，就是这个空气的那个阻力了。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是在水中荡秋千的话，那可能这个阻力会更大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结构啊是有阻力这样。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个门上面呢，我们常常会装了一些阻尼器，然后这个阻尼器的话，就不希望说这个门的开关的时候啊，这个突然的关或突然的开这样子，然后使得它是缓慢的关或缓慢的开这样，那就这个就是阻尼的那个作用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说这个一些这个专有名词这样，那这个阻尼呢，英文就叫 damping 这样子。那就是说它具有阻尼啊，它就可以消散能量，消散能量的话就让这个结构的那个振动量啊是比较低这样子。那这个阻尼的大小的话，那我们说它叫阻尼系数这样，那英文呢叫 damping coefficient。 那这个阻尼呢，这个由那个阻尼系数，那我们说它就有个阻尼的力，那我们可以说它相当于个阻力这样子，那么就是 damping force 这样子。那这个阻尼力的那个大小啊，那如果说我们要把它无因次化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 damping ratio 这样子。那这个 damping ratio 的话，那中文呢就阻尼比这样子。那这个阻尼比呢，它就是没有单位了，它就不会说因为不用不同的单位啊，使得说这个阻尼的大小啊反映出来这样。那这个阻尼比呢，它是个无因次没有单位的一个数字这样子。然后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里面呢，我们有用到这个阻尼的修正系数，那英文的话我们就是 modification factor of seismic force due to damping。 那就是说因为这个 damping 啊，使得说我们的 seismic force 地震力啊需要做一些修正这样。那基本上呢，阻尼越大就消散能量越多，那我们这个地震力啊，这个修正之后呢就折减的越多这样子。那有了阻尼之后呢，会影响到结构的那个自然振频这样。那说具阻尼之自然振频，很可能跟原来的那个自然振频啊，会有点有所不这个不一样这样子。那我们叫英文就叫 damped natural frequency。 那阻尼呢是用来这个消散能量的，所以结构的阻尼呢可以消散了地震传入的那个能量这样。那基本上呢，阻尼越高，那就是说能量的话就消散的越多了，那结构的反应就越小，那结构的反应越小，那就是说它的惯性力就越小，那地震力啊就会越低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地震力的那个决定呢有一个基准，那就是说它这个基准呢就用 5% 的阻尼比啊当做这个基准这样。那如果啊这个结构的阻尼比这个不同于 5%， 那我们就要做一些修正这样。那这个修正的话会跟它是短周期的结构还是中长周期的那个结构啊而有点这个差异这样。那如果是短周期的那个结构呢，它的地震力啊就修正为啊这个 BS 分之一这样子。那这个 BS 的话就是短周期的阻尼修正系数这样。那如果说它是个长周期的那个结构的话，那地震力啊就要修正到 B1 分之一这样子。那这个 B1 分之一，这个 B1 呢就是长周期的阻尼修正系数这样。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啊、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 3.2 节啊里面有说到这样子。那这边有个表，那这个表怎么看呢？那我们先看一个阻尼比是 5% 的时候，那这个 5% 的话，那就是说它就是我们的那个基准值，所以这个 BS 啊跟这个 B1 啊就会等于 1.0。 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回头看前一页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个阻尼啊，因为 BS 是等于一的话，那就是说 BS 分之一还是一这样，那就是说它的地震力不会做任何那个修正这样。那长周期的 B1 也是等于一的话，那就是说它的地震力啊也不会做任何的一个修正这样。所以呢，我们的基准呢就是当它的那个阻尼比是5%的时候呢，BS 跟这个 B1 呢就会等于1.0这样子。然后呢，如果说这个阻尼比越来越大，那我们会看到啊，这个 BS 跟这个 B1 啊就会越来越大这样。那我们以这个阻尼比是10% 为例好了，那这个 BS 呢就是1.33。那如果说我们回头看前一页的话，那我们知道说短周期的结构啊，它的那个地震的修正系数啊，就会修正为这个 BS 分之一。那因为是个 BS 1.33。那就是说1.33分之一就是小于一这样的，那就是说当它阻尼比是10% 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地震力啊就会这个修正为啊小于5% 的时候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 B1 就是1.25，那1.25呢就是大于这样，那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是一个长周期的那个结构的话，它的那个地震力啊就修正为啊这个1.25分之一。那就是大概是0.8倍这样，那地震力啊就会变小了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阻尼比，如果是小于2%的话，那这个 BS 啊就是0.8，那就说如果说它是个短周期的结构的话，它的那个地震力啊就修正为0.8分之一，那就说它就是1.25倍，那就说阻尼比因为小于5%，所以它的那个地震力就会放大这样。好，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 B1，哎，这个如果这个阻尼比是小于2%的话，那这个 B1 呢就是等于0.8，那 B1 分之一呢就是1.25，那就相当于说啊，这个地震力啊就会放大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阻尼比从5%、10%、20%、30%、40%到50%，然后呢这个 BS 啊是递增的。你我们看到是1.00、1.33、1.60、1.79、1.87、1.93这样。那 B1 呢也是递增的，1.00、1.25、1.50、1.63、1.70、1.75这样。然后就说阻尼比越大，这个 BS 跟这个 B1 就越大，然后它的导数就是 BS 分之一，还有 B1 之分之一啊就会越小，那么它的地震力呢折减就会越多这样。那如果是小于5%的话，这个 BS 跟这个 B1 啊就会小于一，那就说 BS 分之一，B1 分之一就大于一，那地震力呢就要做一个放大这样。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列表啊，只有五十、二十、三十、五十、大于五十跟小于二这样子。那如果这个阻尼比呢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话，那我们就用线性内差这样。那比如说如果阻尼比是介于5到10，那就是说这个 BS。就是在1.00到1.33呢，做一个线性内差这样。那这个 B1 呢，就是从这个1.00到1.25啊，做个线性内差这样。那这个表呢，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表3.1啊，里面有这个说明这样子。那就说我们看回头看这个表3.1的话，那如果说这个阻尼比是5%。那就是说，它的短周期还有长周期结构的阻尼修正系数 BS 跟这个 B1 啊都是一，那就是说 BS 分之一跟 B1 分之一也是一，然后地震力呢就不做任何的那个调整这样。那如果结构的阻尼比低于5%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短周期跟长周期结构的那个阻尼修正系数啊 BS 跟这个 B1 啊都小于一，那它的导数呢就 BS 分之一还有 B1 分之一呢就会大于一。那就是说地震力呢就放大这样，那当然阻尼比越低的话，那这个地震力啊放大的那个幅度啊就会越大这样。那如果说当这个阻尼比大于5%的话，那这个短周期的还有长周期的阻尼修正系数 BS 跟这个 B1 呢就大于一，然后它的导数呢就是小于一，那是代表啊这个地震力啊就是做个折减这样。然后这个 BS 这个阻尼比啊越高的话，那这个 BS 跟这个 B1 啊就会越大，然后它的导数就会越小，然后地震力的那个折减的幅度呢就会越大这样。
好，那我们就是看一个单尺度的那个结构，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把一个门型的那个结构啊，把它看成啊，模拟成啊是个单尺度的结构这样。那因为是单尺度的结构，所以这个结构的位移呢，就用一个单一个变数啊 x 就能够这个表示出来这样子。然后这个结构呢，它有个弹簧，就像一个门型构架有这个两根柱，那就是这个弹簧呢，就是提供一个回复力这样子。那再来的话，这个单尺度的结构啊，它有个阻尼系数叫做 c， 那这个 c 的话就能够啊，这个提供个阻尼力，就相当于说这个门型的那个构架，在这个运动过程里面啊，很可能有一些空气的阻力，或许说这个门型的构架呢，有一些门窗，有一些非结构等等，那就使得它可以消能这样。那当然这个地震力比较大的话，那这个门型构架会某种程度的轻微的那个开裂，那这个开裂呢也会啊消散一些能量这样。那我们说如果说它是个单尺度的那个结构的话，它是这样一个表示这样。那就是说它的 m 就是提供个惯性力，然后这个进度 k 呢就提供个回复力，然后这个阻尼系数 c 呢就提供个阻尼力这样。然后再来这个 f 呢就是这个外力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自由振动的话，自由振动那就是说这个 F 啊就是不见了，就是没有这个外力之下它的那个结构的那个反应，那我们说它是自由振动这样。那我们就看一个自由体图，就是说我们把一个门型构架、啊、把这个如果说我们假设它的质量啊是集中在这个楼板跟梁的话，那我们这个把它切刀切下来的话，那它的质量是 M 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假设这个门型构架这个 X 啊是往右为正，那如果说这个 X 啊移动的这个往右移动一个 X 这个单位这样，然后它的回复力呢就是 KX 这样子，那就是往左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假设啊这个 X 道是往右为正的，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个速度是往右的话，那我们也有个阻尼力啊是往左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往左的话就是这个CX dot 这样子，然后再来它的外力呢就是 F 这样子。那我们就用牛顿的那个第二定律啊，这个 F 等于 MA， 那现在这个 F 呢是包括这个 FT 是正的，因为它是往右为正这样，然后 KX 呢因为它是往左的，那就是负的这样，然后 CX dot 呢也是往左的，然后它是负这样，所以我们就得到 MA 等于 F 减去 KX 减去 CX dot 这样。那这边的话特别有个括号的 T， 就代表说这些啊这些变数啊是随着这个时间那个变化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把这个 A 啊可以写成是这个 X 的那个二次导数，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MX double dot 这样子，那就等于 F minus KX minus CX dot 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KX 跟这个 CX dot 搬到那个左边去，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MX double dotplus CX dot plus KX equal to F 这样。那这边的括号 T 的话，那是代表说这些数这些物理量啊它是随着这个时间呢、啊、而变化这样。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整理出来啊这个单尺度结构的那个运动方程式这样。那当然这个运动方程式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个力平衡的方程式这样。那这个力的话是包括 MX double dot 惯性力，CX 到阻尼力， KX 回复力，还有 F 是外力这样。那这个 M 呢就是质量，然后这个 C 呢就是阻尼系数，然后这个 K 呢就是进度这样。那我们看这样一个运动方程式的话，那事实上呢它是 second order， 那因为这边有个 second derivative， 它是 non-homogeneous， 因为除了这个 X 还有 X 的导数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这个时间的函数这样。所以它是 non-homogeneous， 然后它是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因为我们这边呢、啊、那个 independent variable 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 t 了这样子，那所以说它是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样，然后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因为这个 m 这个 c、啊、跟这个 k、啊、它是不随着时间变化的，那我们说啊它这个就是一个常系数了，就是 constant coefficients。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自由振动，那这个自由振动呢就是 FT 等于0，那 FT 等于0我们把它
放到这个运动方程式里面的话，然后它本来是个 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现在呢就变成是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们说把这个 equation 啊，这个左右两边呢每一项都除以 m 这样，所以我们就得到 x double dot plus c divided by m x dot plus k divided by m x equal to zero。 然后这个 k divided by m 啊，那我们在前几个单元啊已经说了，它就是 omega 0的平方这样。那 omega 0呢就是结构的那个自然正平这样。然后这个 c divided by m 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了两倍的 zeta omega 0这样。那待会呢各位会发现说，哎，这个意义是什么这样子。那我们来先看看这个 zeta 这样子，那这个阻尼比就是 zeta， 那这个 zeta 呢就等于 c divided by 两倍的 m omega 0，那就是等于 c divided by 2m。那因为这个 omega 0啊可以写成是 k divided by m， 所以呢它就可以写成是 k divided by m 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m 跟这个 m 做一个整理的话，那我们就 equal to c divided by 2 times square root of mk 这样。那所以说我们的阻尼比的那个定义啊，就是我们那个阻尼系数除以两倍 square root of m 就是质量乘以它的那个精度这样。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结构的那个质量是相同，而且是精度是相同的话，如果两个结构的质量相同，精度是相同的话，那这个阻尼系数 c 如果越大的话，那就代表说它的那个阻尼比啊就越大这样。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回头再看看这个运动方程式这样。那因为这些啊都是个力的那个平衡这样，所以这个 m 呢就是个质量的单位 ，x double dot 的话就是加速度的单位。那这个质量乘上这个加速度呢，它就变成是个力的那个单位这样。然后这个 x 呢就是位移的单位，这个 k 呢就是单位位移的力。所以呢 ，k 乘上 x 呢也是个力的单位这样。那这个 x dot 呢是个速度的单位这样。所以这个 c 呢就是单位速度的那个力这样。那乘起来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力的那个单位这样。所以这个阻尼系数啊，它的单位啊就是这个单位速度的力这样子，或者说叫力除以速度这样。那这个在我们工程数学里面的 ODE 啊，它这个解啊会有做一个说明这样子。那一样呢，我们就运用这个结构工程数学里面的 ODE 的那个解法，那我们让这个 x 啊 equal to exponential lambda t 这样子。那我们把这个 x 微分之后呢 ，x dot equal to lambda exponential lambda t 这样。那我们再微分之后呢，我们就得到 x double dot equal to lambda square exponential lambda t 这样。那我们就把这个 xt x dot t 跟这个 x double dot t 啊带进去。那我们就得到这个 lambda square exponential lambda t plus 两倍的 zeta omega 0 lambda exponential lambda t plus omega 0 square exponential lambda t 这样。那我们把这个式子啊，我们就把这个 exponential lambda t 取出来这样。那因为这个 exponential lambda t 呢不会这个等于零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势必让这个 lambda square plus 2 zeta omega 0 lambda plus omega 0 square equal to 0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解除啊这个 lambda 这样，所以这个 lambda 呢 equal to minus zeta omega 0 plus minus omega 0 square root of zeta square minus 1这样。那一般来讲啊，这个 zeta 是小于1的这样，所以这个 zeta square minus 1就会是个负的值这样。那负的值开根号呢，它就变成是个 imaginary number 这样。那所以说我们这个 lambda 就有两个解，这个 lambda 1呢就 equal to minus zeta omega 0 minus omega 0 square root of 1 minus zeta square i， 那这个 i 呢就是 square root of minus 1这样。这个 lambda 2呢 equal to minus zeta omega 0 plus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 i， 那这个 i 呢也是 square root of minus 1这样。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找到两个根，这个 lambda 1、啊、跟这个 lambda 2这样。那我们看看这个 lambda 1、这个、跟这个 lambda 2、啊、那原来他们是 complex conjugate， 他们是互为共轭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找到这个 lambda 1， 找到这个 lambda 2，
那我们把这个 lambda 1带进来，就是 exponential lambda 1t， 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解这样子。那 exponential lambda 2t 就是这个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另外一个解这样。所以呢，这个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呢有两个解，然后呢一个的话就是 exponential lambda 1t，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 exponential lambda 2t 这样。那我们这个两个解呢，透过一个 linear combination，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general solution 这样。那我们就是 c1 exponential lambda 1t plus c2 exponential lambda 2t， 那就是这个位移的一个 general solution 这样。那我们这个把 lambda 1带进去，那就是 minus zeta omega 0 minus I omega 0 square root of1 minus zeta squared t 这样，把这个 lambda 2带进去，就是 minus zeta omega 0 plus omega 0 square root of 1 minus zeta squared t 这样子。那我们在这边呢会看到说，哎，这第一项跟这个第二项，那感觉上它都是一个 complex number 这样子，就是说它有这个实部也有这个虚部这样。那跟着话，我们要把这个 exponential I omega 0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d t 把它展开这样。那它展开之后呢，它就变成是 cosine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d t minus I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d t 这样。那同样的，我们把这个 exponential I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d t 展开成 cosine 一个部分加上 I psi 一个部分这样子。那我们跟着的话就是把这个 cosine omega 0有关这个 cosine 的把它提出来，有关 psi 的这个把它提出来这样子。那我们就知道说，哎，它这个前面的那个系数啊，就是 cosine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d t， 它的系数就变成写成是 c1 plus c2 这样。那 sin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 t， 然后它的那个系数呢变成是 i 括号 minus c1 plus c2 这样，再来一个括号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c1 plus c2 啊，把它写成一个小的 c1 这样，就是我们大的 c1 plus 大的 c2， 把它这个命名为啊这个小的那个 c1， 然后再来是我们把这个 i minus c1 plus c2，那写成这个小的那个 C2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XT 的那个解啊，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 C1 cosine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 t plus C2 sin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 t 这样。那当我们表示成这样子的话，那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实数了这样子。因为这个 X 呢是结构的位移，所以呢它应该是个实数的函数这样。那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 它也是个实数这样， cosine 也是个实数， sin 也是个实数，所以这个 c1 跟这个 c2 啊这两个 coefficients 啊也是个实数这样。所以所有的经过这样处理之后呢，这个整个解啊都可以把它用这个实数啊来这个表示这样。那就说我们这个运动方程式呢是这个两阶的微分方程式，所以呢他们有那个 second derivative， 那经过积分之后得到它的解，然后呢它的解呢就有两个的积分的常数了，那就是 c1 啊跟这个 c2 这样。好，那我们在这边整理一下这个，那我们看看这个自由振动那个解哈。那我们这边呢有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然后 C1 cosine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 t plus C2 sin omega 0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 t 这样。所以我们在这边会看到一个 cosine 然后一个 sin 这样子，然后呢它的那个振荡频率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给它个名字呢叫做 omega d 这样子。那这个 omega d 就是等于 omega 0 square root1 minus zeta square 这样。那这个 omega d 啊，就是当这个结构有阻力的时候它的那个自然振频这样。那我们看这个式子啊，会看到说当这个 zeta 等于0的时候，这个 omega d 啊就回到原来了，就等于 omega 0。
因为 zeta 等于零呢，是代表这个结构没有阻尼。那没有阻尼呢，它的自然振频就会回到原来这样。所以这个 omega d 呢，就会等于 omega zero 这样。那我们再看说，如果这个 zeta 不等于零，那就很可能是大于大于这个零这样子。那大于零的话，我们会看到说一减去 zeta square， 开根号就会小于一了。小于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 omega d 啊会这个小于 omega zero 这样子，那就是说有阻尼之下，那这个自然振频啊会降低的这样，那就是说阻尼啊会拖慢了整个结构的那个振动的频率这样子，那就是让它的结构振动频率变慢了，所以呢它的那个频率呢就降低这样子，所以具有阻尼的那个结构自然振频呢叫无阻尼子低。那就是说有阻尼的时候呢，它的自然振频会是比较小的这样。那如果阻尼比越高呢，差距就越大这样。那就是说这个阻尼比越高，然后这个差距就越大这样。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阻尼比是 5% 这样子。那就是说如果是 5% 的话，我们把这个 5% 就是 0.05 带进去的话，那这个 omega d 啊就会等于 0.9987 个 omega zero。那虽然说这个 omega d 啊会小于这个 omega zero， 但是它的那个差异啊，这个相当小的这样。那因为这个阻尼比啊，一般的那个结构啊，它的阻尼比呢是比较小这样。那当然，如果说这个结构是加了一些 damper， 加了一些额外的一些 damper 这样，那它的阻尼比呢就很可能会提高到这个 10% 或甚至这个20% 这样。那个时候，这个 omega d 啊跟这个 omega zero 啊。差异呢就会是比较大这样。好，那我们这样有了结构的那个反应了，就是位移的反应，叫 xt 这样，那就是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c1 cosine omega dt plus c2 sin omega dt 这样。那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位移反应的话，我们知道说它的振动频率就是 omega d 这样子，那这个 omega d 呢就是在结构有阻尼之下它的那个振动频率这样，或自然振频这样。那我们在这边再看它那个幅度，你看不管是 cosine 的那个幅度还是 sine 的幅度这样，它都是会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 这样。那我们看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 这样，那就是说当时间 t 等于零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是一，那这个 t 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它会趋向于零这样。那是代表说啊，这个不管是 cosine 的那个幅度还是 sine 的那个幅度这样，那它这个幅度呢都会随着这个时间呢、啊、这个递减这样，而且啊当这个时间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它会递减为零这样，那这个时候自由振动有阻尼之下它的那个反应这样。那当然如果说没有阻尼的话，这个 zeta 就是等于零了，那这个 exponential 的零次方就等于一，那所以说它的那个幅度啊就不会递减了，然后再来这个 omega d 呢就回到、啊、原来的 omega zero 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速度了，那这个速度呢就是把我们的结构的位移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经过微分之后呢都得到那个 structural velocity 这样。那我们也会看到说哎 sin omega dt cosin omega dt cosin omega dt sin omega dt， 那就是说这个速度呢它也是用一个单一频率在做振动了，那这个振频率的话就叫 omega d 了这样。那我们再看啊，它所有的振幅呢都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 这样，那就是说当这个时间零的时候呢，它的幅度是最大的，那随着这个时间增加的时候，它的幅度啊所以递减这样，那当这个时间呢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它的幅度呢就会趋向于这个零这样。好，那我们再微分之后呢都得到那个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这样。那我们看这个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也是一样，那这边的话有个 cosine omega dt sin omega dt sin omega dt cosine omega dt， 那所以说这个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呢、啊、它以这个单一频率在做振动，那它这个频率呢就是 omega d 这样，那 omega d 呢就是之前我们有找到呢，它就是等于 omega zero square root 1 minus zeta square 这样。然后再来我们看它的那个振幅呢也是啊，前面呢、啊、经过个缩小的，那就是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 那说当 t 等于零呢它是一，当 t 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它是零这样，
那就是说它的振幅啊，会随着这个时间啊而递减这样。好，那我们在这边呢，这个结构的位移呢，就有两个积分常数 C1、C2。那微分之后呢，那我们当然这个积分的常数啊，依然的那个存在这样。那如果说我们要找到这个 C1 跟这个 C2 啊，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初始的那个条件了这样。那这个初始的条件呢，是包括这个初始的位移，还有初始的那个速度这样，就是 initial displacement x0，然后呢 initial velocity x dot zero 这样。然后这个在这里的话，这个初始位移呢是非零的，然后初始速度呢是等于零这样。好，那我们这个 x0 equal to x0，那我们这个把零带进去，cos 零就等于一这样，sin 零呢就等于零这样，那我们就得到 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equal to x0，那我们就会解得啊，这个 c1 就等于 x0 这样，然后再来是 x dot 0 equal to 0，那我们把零带进去，sin 零等于零，cos 零等于零，啊，cos 零等于一这样，cos 0 equal to 1。Size zero equal to zero 这样，那我们最后呢就得到 minus c one times zeta omega zero times one plus c two times omega d times one equal to zero 这样。那因为 c one 已经找到了，所以在这里呢只有一个 unknown，就是 c two 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 two 解出来了，是等于 x zero zeta omega zero divided by omega d 这样。那最后我们就可以解得这个结构的位移了。那我们这个把 c1 带进来，把 c2 带进来，这样，那我们就得到 xt equal to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 括号 x0 cos omega dt plus x0 zeta omega 0 divided by omega d sin omega dt 这样。好，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这样，那如果说我们的阻尼比等于零的话，那这项啊就等于一了。那阻尼比等于零呢？这边的话就是 omega zero t 了。阻尼比等于零呢，这项就不见了。这样，那我们就会得到是 x zero cos omega zero t 这样。那我们就回到啊前几个单元啊所说的那个自由振动，没有阻尼之下的那个自由振动这样。好，那我们看这个 x t，那因为这边有 cos omega dt，这边有 sin omega dt。那所以说啊，它的那个频率啊，就是个单一频率的振动，它的频率呢就是 omega d 这样。然后呢，再来的话，这边有这个 x zero，这边有 x zero theta omega zero divided by omega d 这样。那但是前面呢、啊，这个振幅的那个前面呢、啊，是乘上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 这样。那就是说，随着这个时间的递增啊，这个振幅啊会这个递减这样子。那而且啊，当这个时间趋向于零的时候，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那这个部分会趋向于零这样。那就是说最后啊，这个结构的位移啊，会接近这个零这样子。那我们找到这个位移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速度，也可以得到加速度这样。那不管我们看这个结构的位移、结构的速度，还有结构的加速度。那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有 cos omega dt、sin omega dt，然后呢都是有这个 cos omega dt 跟这个 sin omega dt 这样，那就代表说这个不管是结构的位移、速度还有加速度，它用单一个频率振动在做振动这样，那这个频率呢就是 omega d 这样，然后再来它们的幅度啊，这个振幅啊，前面都会乘上给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那就是说这个振幅啊会随着这个时间而递减这样。那最大的时候呢，到最后当这个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它是一；当这个时间趋向无限大的话，那它的振幅呢就会趋向于这个零了这样。那我们再看这个初始的位移是零的时候。然后呢，初始的速度啊是不为零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zero，initial velocity is non-zero，就非为不是零这样。那我们就是 x zero equal to zero，那我们就把它带进去，cos zero equal to one，sin zero equal to zero，所以说 c1 times one plus c2 times zero equal to zero，那我们就得到 c1 equal to zero，然后 x dot zero equal to x zero dot 这样。
把这个 sin zero equal to zero, cosine zero equal to one, cosine zero equal to one, sin zero equal to zero. 所以我们得到 zero plus c2 omega d times one equal to x0 dot 这样。那我们就得到 c2 equal to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d 这样。然后当我们这个 c1 找到了 ，c2 找到了，那我们带进去，那我们就直接得到结构的那个位移的反应这样。所以这个 xt equal to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 括号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d sin omega dt 再一个括号这样。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式子这样啊。第一个，如果这个 zeta equal to zero， 所以这边就变成一了。那 zeta equal to zero， 这个就是 omega zero 吧 ？zeta equal to zero， 这个就是 omega zero。那这个 xt 啊，就是说当这个阻尼比为零的时候，那这个 xt 啊就可以写成是 x zero down divided by omega zero sin omega zero t 这样。那就回到我们前两个单元啊所讲的无阻尼结构的自然振动这样。好，那我们看说这个有阻尼的时候，那这边的话这个。omega d， 这边是 sin omega dt， 那说这个结构位移呢是以单一频率在做振动，那这个频率呢就是 omega d 这样，然后再来我们再看这个幅度了啊，我们幅度，那幅度呢这边有 x0 down divided by omega d， 但是前面呢还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 这样，那就是说这个幅度呢会随着时间呢而这个递减这样。那就是说当时间是零的时候，这个 exponential 零就是一了，所以它的幅度呢就是 x0 down divided by omega d 这样。那但是当这个时间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那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负无限大的时候，它就趋向于零了这样。那这个幅度呢就会越来越小，那最后呢这个 xt 呢就消失掉了，就等于零这样。那我们有了这个位移之后，那一样我们这个把它微分再微分，那我们就得到这个 velocity， 得到这个 acceleration 这样。那不管这个是这个位移也好，速度也好，那加速度也好，都是有 omeg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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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就说它是用单一频率啊在做振动这样，然后这个频率呢就是 omega d，就是具有阻尼之下的自然振频这样。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振幅了，那振幅呢前面就产生一个倍率，然后这个倍率呢就是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 这样。那如果说当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这个倍率就是一；当时间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这个倍率就是等于零。那时候代表说这个振幅啊会随着这个时间而递减的。那当这个时间趋向无限大的时候，那这个振幅呢就会趋向于零了。那我们再看一个更 general 的那个 case， 那就是说 initial displacement is non-zero， initial velocity is also non-zero 这样。那我们就得到 x0 equal to x0， x dot 0 equal to x0 dot 这样。那我们就也是一样，那我们这个 x0 equal to x0， 那我们这个 cosine 0 equal to 1， sine 0 equal to 0，所以我们这个 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equal to x0， 那我们就得到 c1 equal to x0。 那我们再从这个 initial velocity， 那我们把这个 sin 0 equal to 0， cosine 0 equal to 1， cosine 0 equal to 1， sin 0 equal to 0， 那我们就得到 minus c1 times zeta omega 0 times 1 plus c2 times omega d times 1 equal to x0 dot 这样子。那我们最后呢就可以就解出 c2 了这样。那这个 c2 呢 equal to x0 zeta omega 0 divided by omega d plus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d 这样。那我们这个 c1 找到了， c2 找到了，那我们就带回去啊这个 xt 的那个解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xt equal to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0 t 括号 x0cosine omega dt plus x0 zeta omega 0 plus x0 dot divided by omega d sin omega dt 括号这样。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一样，我们先把这个阻尼比如果设为零的话，那前面这一项就会等于一了，这个就是 omega 0了，这边呢就不见了，这边就是 omega 0了。
这个会等于 omega zero， 所以我们这个 xt 啊就会等于 x zero cos omega zero t plus x zero dot divided by omega zero sin omega zero t 这样，那就回到我们前面两个单元了、啊、所说的那个无阻尼结构的自然振动这样。那现在有阻尼之下，这个就是不是 omega zero 变成是 omega d 了 ，omega d 呢？那就说这个结构的位移呢，它有这个 cos omega dt， 有 sin omega dt， 所以呢，它是单一频率在做振动。那这个频率呢，就是 omega d， 就是结构具有阻尼之下的那个自然振频，它会小于原来的那个 omega zero 这样子。然后再来我们这个振幅呢，不管是 cos 前面的那个幅度，或者是 sin 前面的那个幅度。都有一个倍率，那这个倍率呢就是 exponential minus theta omega zero t 这样。那如果说当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这个倍率是一；当时间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这个倍率就是趋向了零。那如果说结构的位移啊，会随着这个时间递减，而且是震荡的递减，那最后呢，它的那个幅度呢变成零，就没有位移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呢有了 structural displacement。那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得到 structural velocity 还有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这样。那不管是 displacement velocity acceleration 我们都有 cos omega dt sin omega dt sin omega dt cos omega dt cos omega dt sin omega dt cos omega dt sin omega dt sin omega dt cos omega dt。 那就说不管是 displacementvelocity 还是 acceleration， 它都是以单一频率在做振荡这样。那而且它的振荡的频率呢就是 omega d 这样。那我们再看这个前面的那个幅度，那前面的幅度呢都有 exponential minus theta omega zero t exponential minus theta omega zero t exponential minus theta omega zero t 这样。那就说它的那个幅度呢前面会成一个倍率，那当这个时间是等于零的时候呢，那就是 exponential zero， 那就是等于一的这样，它的倍率呢就没有缩小这样子。当这个时间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那这个倍率呢就趋向于零了这样。那所以说这个位移也好，速度也好，加速度也好，它是震荡而且是收敛的这样。那所以说它的震荡啊，那个幅度啊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呢，那幅度呢就会缩小到零了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具有阻尼之后的那个自然振频、自然振动啊，那我们用 Laplace transform 啊来解它这样子。那我们一样，先看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的那个定义这样。那这个 yt 经过 Laplace transform 之后呢，它叫做 ys 大的 ys 这样。然后它的定义呢，就是 integrate from zero to infinity y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 这样子。那我们就待会我们会用到啊这个一些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的一些性质这样子。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 yt 前面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at 这样，那我们就会啊按照我们的定义，那就是说 integrate from zero to infinity exponential at yt exponential minus st 这样。那我们把这个 s 啊 exponential at 跟这个 exponential minus st 合并起来，那我们就得到 exponential minus s minus at。 那所以说我们整个呢就变成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yt exponential minus 括号 s minus a 括号 t 这样 dt 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跟原来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的定义呢，就是说原来是 s 的，现在呢变成 s minus a 这样。所以这个如果是 s 的时候呢，它的 Laplace transform 是 ys，那现在如果是 s minus a 的话，它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等于 y s minus a 这样。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s 用 s minus a 取代的话，那所得到的 Laplace transform 啊就是 yt 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at 这样子。那就是说如果 yt 的 Laplace transform 是 ys， 那我们把这个 yt 啊乘上这个 exponential at，那么它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y s minus a 这样子。那一样的，如果这个 y s minus a 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呢
就会等于 exponential at yt 这样。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它的 s 呢是用 s minus a 来表示的，那么它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把我们的 yt 啊再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at 这样。那这个的话，在我们这个工程数学里面的 Laplace transform 有说到这样。那我们利用这个性质，就是说 exponential at y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ys minus a 这样。那我们来看这个 cosine omega t， 那 cosine omega t 的 Laplace transform 我们在之前有已经说过了，也推导过了，它就是 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cosine omega t 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at，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ys 呢就变成是 ys minus a 这样，所以我们看到 s 就用 s minus a 取代这样，看到这个 s square 我们就用s minus a square 来取代这样，所以这个 exponential at cosine omega 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等于 s minus a divided by s minus a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这样。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的话，因为这个不是 s， 是 s minus a， 这个不是 s， 是 s minus a， 那我们就知道说啊，它就是 exponential at cosine omega t 这样。好，那我们再看 sin omega t， 那 sin omega t 我们在之前做过推导过，说它是等于 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 sin omega t 乘上个 exponential at， 那我们只要看到 s 就用 s minus a 取代这样，所以呢它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omega divided by s minus a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这样。那就是说这个的 inverse transform，因为呢这个不是 s， 是 s minus a， 所以呢我们这个把这个 sin omega t 啊前面呢、啊、乘上个 exponential at， 就是这个东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这样。好，那我们就试着啊来看用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啊来解一个有阻尼结构的自然振动这样子。然后现在给的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x0，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x0 到这样的，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运动方程式，那我们就取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这样。那取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呢，我就把每个 term 每一项就取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这个小 x 的 Laplace transform 就变成是大 x 了，小 x 大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s times 大 x minus x at 0这样子。那这个 x double dot 小 x double dot 的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 equal to s square times 大的 x minus s 小 x of zero minus x dot 这个 of zero 这样子。那我们知道这个就等于 x zero 了，这个就等于 x zero dot 这样，那这个就等于 x zero 这样。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algebraic equation 里面呢，唯一不知道是大的 x，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出这个大的 x equal to x0 times s plus 2z 的 omega 0 x0 plus x0 dot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2 times z 的 omega 0 s plus omega 0 square 这样。那就说我们原来呢是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经过 Laplace transform 之后呢，它就是个 algebraic equation。那这个 algebraic equation 呢，我们就可以解到这个大 x。那当然在这边呢，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要解这个运动方程式呢，我们希望是得到这个小 x， 就是结构的位移这样。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要把这个大 x 啊，要做这个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啊，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小 x 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乍看之下呢，在这边不太容易找到它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所以呢我们待会会做一些这个处理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处理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个第一个就是 making square， 把它变成一个平方的那个式子这样。然后呢再来是用这个 partial fraction，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两个部分这样子。然后我们先看这个第一部分，就是 s plus zeta omega zero， 这个是 divided s plus zeta omega zero square plus omega d square 这样。那我们来看这个 exponential
AT cosine omega t 这样，那这边呢就是 S minus A， 这个 A 呢就是等于 minus zeta omega zero， 这边有 S minus A， 这个 A 呢就等于 minus zeta omega zero， 然后这个 omega 呢就等于 omega d 这样，所以这个东东的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呢就是 cosine omega dt 乘上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 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exponential at sin omega t， 那就等于 omega divided by s minus a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这样。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这个 omega d 就是这里的 omega， 这个 omega d square 这边就是这边的 omega square， 这边是 s plus zeta omega zero， 这边是 s minus a， 所以这个 a 呢就等于 minus zeta omega zero t。所以这个 exponential at 就变成是 exponential minus zeta omega zero t， 然后呢这个就是 sin omega dt 这样，那我们整个呢 xt 呢就可以找到这样，那当然结构的位移找到，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速度，也可以找到它的加速度这样。那找到这个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之后啊，那各位可以比较一下，那我们之前呢有用 ode 啊来解这个 structural displacement，那我们看说这个用 ODE 解出来的那个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啊，是不是跟用这个 Laplace transform 啊解出来的那个 structural displacement 啊是一模一样这样？那如果是一模一样，那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解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错的机会呢就非常非常的小这样。那我们对这个结果啊就会有这个信心这样。好，那我们在这边呢看个例子，然后这个例子呢我们在前两个单元呢也有用过这样，然后这边也是个单次度的结构，那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门形的构架，然后它的两根柱呢就可以提供个径度 k 这样，然后呢很可能它有一些非结构等门窗等等这样，那可以提供个阻尼这样，然后这边呢 m 就跟之前一样是 2000 ton 这样，然后这个 k 就是 stiffness，就是这个 m 乘上二派 square 就等于这个78957啊 q newton per meter 这样，然后这个 c 呢就等于 0.1 times square root of m k 这样，那就等于 1256.6 q newton per meter per second 这样。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质量就是个质量单位是 ton， 这个进度呢就是它的单位就是力量除上这个位移，所以说就是 q newton per meter 这样。这个阻尼呢就是力量除上速度，那我们用的单位呢就是 kN per meter per second 这样子。那我们从这个 k stiffness k， 从这个质量 m， 那我们这个 k divided by m 再 take square root，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omega zero， 那 omega zero 呢就是它的自然振动频率了，它就等于二派，就是等于 6.283 个 radian per second， 那这个 frequency 呢就是 angular frequency，那我们这个把这个 angular frequency 变成 frequency 呢，我们就把 omega 0 divided by 2 pi 就可以得到 f0， 那这个 f0 就是 1 hertz， 这个 1 hertz 呢就是等于 1 cycle per second， 就是每一秒啊震动一个来回这样，震动一个循环这样。那我们有了 f0， 我们把这个 f0 取在那个导数，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t0， 那这个 t0 啊就是这个自然振动周期的这样，那这个自然振动周期呢，那我们是用这个一除以一的话就等于一秒这样，那就是说一个来回需要的那个时间呢就是一秒钟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呢刚刚是没有阻尼的那个情况之下，那现在是有阻尼这样，那我们看这个阻尼的比了，阻尼比，那这个阻尼比呢 zeta 是等于 c divided by 2 square root mk 这样，那我们算出来它就 5% 这样，所以这个阻尼比呢是没有单位的，没有单位的。那我们有了这个阻尼比呢，我们就可以算说有阻尼之下结构的自然振动频率这样。所以这个 omega d equal to f omega zero times square root one minus zeta square 这样。那因为我们这个 zeta 呢是等于 0.05，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呢，这个 omega d 就等于 6.275 radian per second 这样。那如果说我们把 omega d 它是 angular velocity angular frequency， 那我们把它 divided by 2 pi，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 frequency 啊，那这个 frequency 啊就是 0.9987 hertz 这样。那如果说我们回头看一下的话，我们原来的那个 f0 那个 frequency 啊是1 hertz，
那如果有阻尼之下呢，它就变成是0.9987赫兹，那就说它的频率啊会变小了这样子。那我们就把这个 FD 啊取它的导数，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个具有阻尼之下的自然振动周期这样。那这个 TD 呢就等于1.0013秒这样。那么我们回头看一下的话，原来的 T0 是等于1秒，那现在呢 TD 呢是等于1.0013秒，那就说有阻尼之下呢把这个自然振动周期拉长，把它频率变低，然后周期变长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个 initial displacement 是等于 0.1 meter， initial velocity equal to zero， 那不管我说我们是用 ODE 还是用 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就解出啊结构的位移、结构的速度还有结构的加速度这样子。那不管说我们看这个位移、速度还是加速度，这个振动频率都是 omega d， 那 omega d 呢就等于 1.9975 pi。振动频率是 1.9975 pi 这样，不管是位移 1.9975 pi， 速度也是 1.9975 pi， 然后加速度也是 1.9975 pi 这样。然后再来的话，这个振幅呢是它是随着时间递减的，那因为前面有一个倍率，那这个倍率呢就是 exponential minus 0.1 pi t， exponential minus 0.1 pi t， exponential minus 0.1 pi t 呀。那就是说这个倍率呢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是一，在时间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它是零这样。那是代表说啊我们的位移、我们的速度、我们的加速度，当时间是趋向无限大的时候呢，它的幅度啊会递减到零这样，所以它是震荡递减这样子，就是在震荡的过程里面边震荡边递减这样。好，那我们这边呢有这个解出啊它的那个结构的位移、速度还有加速度这样。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呢，那我们要做一些判断它的合理性这样。第一个 initial displacement equal to 0.1 meter， 然后这个是跟我们预期是不是一样这样。还有它的那个 vibration period， 就是振动的周期大概是一秒钟这样。那我们看到一个周期就是一秒，一个周期一秒，一个周期大概一秒，一个周期大概一秒，那跟我们的预期是不是一样这样。那再来的话，它的那个振动的幅度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那这个幅度的那个递减的那个方式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预期一样这样。那再来看这个 velocity 也一样， initial velocity 等于零，合不合理这样。然后再来它的振动周期大概是一秒，合理不合理这样。然后再来它这个幅度啊随着这个时间递减，那递减的那个形式啊跟我们预期啊是不是一样这样。那我们再看结构的 structural acceleration，那 initial acceleration 大概是等于 -4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这个合不合理，跟我们预期是不是一样这样。然后再来它的那个振动的周期呢大概是一秒，是不是我们预期的。然后再来它的那个振动的幅度啊是随着这个时间递减的这样，那幅度递减的那个形式啊是不是跟我们的预期啊是不是一样这样。那如果说它的那个 initial 的值跟我们预期一样，它的振动周期跟我们预期一样，那如果说它的那个振动递减的那个幅度跟我们预期一样，那么我们对这个结果呢就会有信心，应该是不会错这样子。那我们这门课的话会用到一些参考文献，包括结构学的课本、工程数学的课本、钢筋混凝土的学课本，还有两本规范，那一本的话是建筑物耐震设计规范，另外一本的话是混凝土的结构设计规范这样。那这些两本规范呢、啊、在我们的营建署啊里面的网站啊都可以下载，还有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就是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包括有这个上册跟这个下册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在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拜拜，下次见。